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y 侯小姐。呢段片将会介绍王府山六座一个实用面积785尺嘅单位，间隔上咧系有少少嘅改动嘅。我哋而家睇睇，咁门口入嚟嘅玄关位右边咧就系一个长形嘅厨房。咁佢有两边嘅工作台啦，咁储物空间咧都系非常足够嘅。咁而原先呢一个房间咧系一个工人套房嚟嘅，咁业主就改咗，就喺另外嗰边都开咗一个门啦，咁就做多个房间。咁佢系一个长形嘅客饭厅开式。而呢个单位咧系接近顶楼嘅楼层嘅，咁所以景观系非常之开扬，咁可以望到梧桐河同华山嘅景观。咁而露台咧都系非常之阔落嘅。咁而嚟到走廊位，咁啊第一个房间咧都见到空间系足够嘅。咁呢一个就系刚才头先厨房见到嘅房间。呢两个房间咧个大细都系差唔多嘅。咁而呢一个浴室咧都系有窗嘅，咁就改咗做个企缸。咁最后咧就系个主人套房啦。咁呢个浴室咧就保留翻做浴缸，咁都系有窗啦。咁呢边咧可以做翻个入场嘅衣柜。咁佢系长方形嘅，咁而呢个房间咧就系一个落地嘅玻璃啦，咁所以都见到景观同露台一样系非常之开扬。咁属于呢一个楼层嘅单位咧，放盘都系比较少嘅，如果想睇呢个单位，记得揾我啦，我系上水中心第一分行嘅Joey侯小姐。